让我施个魔法，，错误的战术，我信了。太神奇了！等一下，我就是正义。这是我特别调配的。还是郭玉兔的命运在灰烬里等你。为什么找到外康奎？残酷的命运在灰烬里等你。面对命运吧，夜幕降临。来打啊！我信了。面对命运吧。我就是正义，鲜血与灭火，面对命运吧，夜幕降临。这叫医疗刀，护士，把砍刀给我！反正我也不需要他了。面对命运，面对命运，我就是正义。重反攻！我见死死亡！命运还是归宿。降临，你们会有什么好东西？
就叫医疗刀。护士，把砍刀给我。我就是这么厉害。拜托留活口。赢不了他们。是学个教训。有太多矛盾的地方，算是我特别调配的。这一手简直是传说，就是正义。就是正义，我就是正义。这一手简直是传说。别打！我留活口。